心を尽くして主に信頼し、自分の分別には頼らず、常に主を覚えてあなたの道を歩け。そうすれば、主はあなたの道筋をまっすぐにしてくださる。自分自身を知恵あるものと見るな。主を恐れ、悪を避けよ。心を尽くして、主に信頼し、自分の分別には頼らず。我们看一下啊、哦。好，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尽くす，啊、哦，尽くす上就写个尽嘛。那心を尽くす就是说，哦，你要尽心啊、哦，你要尽心。哦，所以心を尽くす就是你要尽心，或者是你要全心全力的。就你信赖西啊、哦，好，好，我们动作的对象呢，嗯、哦，所以后面是信赖死路啊、哦，所以要信赖主啊、哦。那我们说比较稳的文章，喜欢用连接型断句哈，死、哦、路的连接也是西，所以什么？你要尽心尽力的是，哎，你要全心全力的来信赖主。自分の分別には頼らず、哦、我们看一下这句。好，这个分別原本是那个分辨的意思、哦、然后也是引申成辨别，然后什么明辨是非的能力、哦、那很多字典的话会写就是有思考能力、哦、有判断能力、啊、什么有人翻什么通情达理，有人翻理智、哦、那我们白话一点就是说、哦、有思考能力，有判断力，有通情达理，对理智，就是什么全部加起来是哎有聪明啦、啊哦、对，就是聪明啦、啊、跳跳这样子、哦、是那文杯子嘎阿鲁是什么？有思考能力，有判断力，有理智，有聪明。那文杯子嘎乌卡伊就是什么有很深的思考能力、哦、就是什么思考能力很强，或者是很理智，或者是哎很聪明。好、哦、那我们看这边。好、哦、所以基本呢不用被指什么、啊、自己的思考能力，自己的判断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聪明，有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哦、好，这个他诺姆，他诺姆是什么、哦、拜托拜托谁、哦、我们看这个阿尤鲁。好，你这个形状不一样嘛，后面的一个是母一个、哦一个是撸，有没有？这个还是不一样，长得很像哦。看一下、哦，一个是母哦，一个是撸哦，所以这两个是不同字哦。那你念台有鲁的时候是依靠谁哦？依赖谁还是依靠谁哦？依赖什么东西？依靠什么东西？哦 ，OK。所以我们那个人一台有鲁是依靠谁？依赖谁哦？那你这边前面是什么？基本呢？文杯子是什么？自己的思考力、哦、自己的判断力、哦、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什么？自己的聪明哦。你台湾是什么？靠自己的聪明哦。好，那你这个阿尤鲁改成阿尤拉奈就是什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哦。对，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好，那我们这个奈改成之齁，我们动词第一段加直呢，就是写一下齁，比较反常的没有做什么，比较反常的没有做什么，比较反常的没有做什么，或者是一般人会这样子做，一般人会这样子做，但是我没有这样子做。OK， 好。好、哦、譬如说、哦、我平常、哦、我平常、哦、都会吃早餐才去上学、哦、那我今天睡过头了，所以我比较反常 我比较反常、哦、今天、哦、睡过头了，所以我比较反常就没有吃早餐就去上学，所以这个是比较反常的没有做什么、哦、我们这个子女还有这个一般人哦、会这样子做，但是我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子做、哦、譬如说
甘い飲み物哈，飲み物喝东西是饮料，甘い是甜的，所以甜的饮料，飲まない，哎，我不喝，我不喝甜的饮料哈。那我们如果改成直呢的话，就是说，哎，我比较反常哦，我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哦，我是不喝甜的哦，这样子，这个意思。好，哦，好，那我们看回来。所以原本这边的台优鲁是。依靠依赖，那他又拉奈就是不依靠不依赖，好，那你可能他又拉直呢，就是哎比较反常的哦，不要依靠不要依赖哦，这样子不是哦，哎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后面这个呢是可以省略的哈、哦，好，那他这一句写什么意思？哦、我们先去掉哇，是吗？那这个字就反常了，就是说。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啦、啊、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你不要依靠自己的思考力、哦、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哦、那为什么用知，用知这边很传神哦，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嘛，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会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思考力、哦、依靠自己的才智，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去做很多事情。OK， 那用知的话就是说，你不要跟一般人一样哦，都是靠自己的聪明去做事情哦。OK， 你、那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靠什么？说我们要全心全意的哦，全心全力的来信赖主。那我们不要，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哦。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哦，因为每个人解读不一样，但是我看的话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哦、我们应该是要全心全力的来信赖神。看下一句，好，知雷尼、哦、这个知雷尼就是常常啊、哦、常常怎么样 ？Suo oboide 哈，我们这个 oboide 是什么？记住哦，还有什么学会？还有一个比较少用的是什么？感觉到哦，那这边是所以什么？你要常常的去记得。主或者是你要常常去感觉到主，你要常常感觉到上帝，或者你那我们这边中文一点，我给他翻缅怀啦，所以你要常常去想到上帝，感觉到上帝。OK， あなたの道を歩け。好，我们这个歩く是走路。那我们改成歩け的话是命令型，我们说动词五段动词你改成第四段的话是命令型，有没有、啊、譬如说一哭、啊、数一下卡卡哭卡哭、啊、第四个是 K， 那我们说命令型就是叫人家去干嘛嘛、啊、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凶的强制型的命令型，就是叫人家去干嘛、啊、所以一 K 就是你给我去、啊、你给我去哪里、啊、所以这个 歩く 是走，那 歩け 是什么？你给我走、啊、你给我走、啊、这样子、啊、比较上对下的、啊啊、那圣经他好像他都是喜欢用这个命令型、哦、应该就是觉得、哦、就说あなたの道を歩け，就是你要给我走你的路、哦、但是、哦、你要走你的路、哦、你要给我走你的路，但是 你走你的、哦、你要走你人生的道路，但是你要走你人生的道路的话，你要常常的、哦、你要常常的感觉到主、哦、你要常常记得有主、哦、要感觉到主、哦、你常常要缅怀上帝、哦，然后这样子来走你人生的道路，哦，就是，哦，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哦。我的想法是，哦，我们一般人都是依靠自己的，有没有？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依靠自己的能力，然后来去创业，然后来去走自己人生的道路嘛。但是他说，哦，你走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要常常想到说有主有上帝，哦，你要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哈。下一句，说死的吧哈，说是那样哈，如是做哈。好，那我们好，我们改成动词第四段加八是什么的话，死的吧啊，如是做。那死的吧是这样子做的话哈，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哈，都会你记得有主哦，你每天都会念圣经哦，啊，每天都会祈祷，你要感觉到你的常常要感觉到主跟你哦。上帝跟你在一起，然后这样走你人生的道路。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就啊，あなたの
道筋をまっすぐにしてくださる。哦，好，哦，我们先看这个哈、哦，我们先看这个クレル。我们说クレル是主词是别人嘛，哈、哦，クレル的主词是别人。哦，那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是用クレル？哦，那如果我要尊敬哦，主词是别人，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的话用クレル。那如果我要更尊敬这个主词哦，那我们就用什么？我们就用くださる。哦，那你这边的主词是修哈、哦，是什么？是主哈、哦，所以你这样くださる哦，所以是主给我什么东西啊、哦？这样子哦，我们再讲一下，くれる跟くださる是别人给我们什么东西。我、哦、说我以外的人给我什么东西，用くれる跟くださる。那くれる是用在平辈还是晚辈？那くださる是你的这个主持是长辈、哦、那这边更何况这边是神，所以是用くださる。所以神给我、哦、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是动词、哦、动词加贴加动词，所以神给我什么动作、哦、那神给我做神做什么动作给我，那我们这边可以帮忙、哦、所以神会给我、哦、做什么动作，神会帮忙我啦，神会赐予我啦、哦、神会赐予我，神会帮忙我、哦、这样子。好，神会做什么动作给我，那我们看这边做什么动作、哦、好，这边是マスクにして、哦、好，这个我们这个マスク哦，马斯库就是路直直的，路很直很直哦，直直的，没有歪，直直的叫马斯库。OK， 哦，我们那个课本的时候常教到嘛，哈、哦，马斯库一哦，马斯库一库托哦，说什么？哎，你这条路直直走的话就怎么样哈、哦、？OK， 看一下，比如说この道哦，这条路哦哦，这条路哦，这条路。好，马斯库是什么？直直的，一库是走哈，那这条路你直直往前走，拖哦、嗯、就会怎么样哈？拖的话就会拖是就会怎么样？哦，所以你直直往前走的话，哎，从便利店阿里马斯哈就会有个便利商店。哦，好，那这边比较抽象哈，这边是马斯库尼死路哦，我们这个哦马斯库尼死路就变成动词哈，就是把它什么就把它弄直啊，哦就把它弄直。那这个迷基斯基就是道路、哦、比较文的讲法、哦、道路、哦、所以这个迷基斯基哦马斯库尼死路就是什么会把这个路给弄直、哦、那以我的想法啦、哦、是什么主不大杀路会主会给你、哦、主会给你、哦、或者你看主会帮你把你的路、哦、你的什么人生的道路给弄直、哦、什么意思就是说、欸、我们可能没有信仰、哦、或者是我们可能是迷途的羔羊、哦、还是什么的、哦、因为我不是基督教徒啦、哦、所以我讲的东西可能是以我的想法比较白话的想法、哦、那我们可能会走错一些岔路、哦、我们可能会走错一些路还是走到一些不好的路、哦、那如果你、哦、说你走你人生的道路、哦、你常常、哦、你要记得有主感觉到主缅怀主的话那这样子做的话那主库大沙鲁主会什么主会给你把你人生的道路马斯库尼死路把你人生的道路给弄直就是你原本是走错路可能是从小去混黑道那你信主之后还是从小去吸毒那主会把你的人生的道路给弄直这样子、欸、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边把道路给弄直，我们翻中文一点，我们哎可以修正你人生的道路了哦，就是不要让你走岔路了，或者会把你的导，或者是哎，我想想一个好，会导正你人生的道路啊、哦，导正你的道路，导正你的路哈、哦，会导正你的路，好、哦，这样我们看懂哎，好，那你这马斯库尼西德哈，我们要感恩。A 型加后面这个我们说动词加 T 加动词嘛动词加 T 加动词动词加好
所以这马斯库尼死路这边是动词，是弄词哦。后面库达萨鲁是给哦，别人给我哦，别人给我这样子。哦，啊、这边是神给我这样子哦。所以神会把我的人生的道路给弄直这样子哦。神会给予你哦。那库达萨鲁可以反帮助神会帮助你修正人生的道路这样子。好，往下看。自分自身を知恵あるものと見るな。就讲很好。好，自分自身、哦、好，自分就是自己的意思、哦、那自分自身它这个日文字典是写什么？自分を強調した、哦、强调自己的讲法，就是把自己讲的比较重的勾，这个勾指的是单字、哦、所以自分就是自己，那自分自身也是自己，但是讲自分自身的时候感觉那个语气比较重这样子，哦 ，OK， 好，我们看一下，对，那后面这个七叶阿鲁哈，我们中文是讲智慧哈、哦，看一下，那日文有点简写了，它那个它这个基叶啊，基叶就是智慧哦，这个智就是智慧的那个智，哦，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玩日本游戏，有个什么吉祥库，嗯，吉祥库智就是智力呀、啊，好、哦，你玩什么三国志？啊、嗯，三国志有没有？我看《三国志》哦，那个智力100的武将是谁？哦，那个哦，诸葛孔明嘛。哦，孔明三马哦。我们那个孔明是有头有脸的，我们要叫三马，三马是大人。孔明三马哦，孔明大人哦。好、哦，所以这个"智"就是智慧的意思哈、哦。那吉耶阿鲁是什么？有智慧 mono 的人。那、啊、偷是指前面哈、哦，偷是指前面。那迷路是看，那我们这个动词原形加呢是动词原形加呢，就是命令型否定哦，所以迷路是看嘛，那迷路哪就是什么不要看，不要看哦，那这边应该是不要看成啊，不要看做，那偷是指前面哦，偷是引用哦，引用那就是指前面这个东西啊，所以哦，那 O 是把哦，所以不要哦 ，OK。把自己，这个呢是不要看作是有智慧的人不要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啊，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有智慧的人，就是你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啊，你们这个凡人你们这些凡人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下去，虚我恐れ，悪を避けよう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个 osoreru 哦，就是害怕哦，恐惧哦，畏惧哦。那一般我们会写这个，我们一般会写这个。那这个 osoreru 会比较少写。那哦，我一般会写这个嘛哦。那我们说两者的话哈、哦，后者这个的话常常使用在圣经身上哦。譬如说，神を恐れ哦，没有要什么？你要去害怕神哦，你要去尊敬神，你要尊敬他，怕他那。他们要 also 就是要去敬畏神、哦、你要去敬畏神哦，就是你要去敬畏神，你要去敬畏上帝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个 also 就是害怕、恐惧。那如果这样写的话，就是一般是用在神身上的敬畏、哦、所以敬畏神哦，你要去尊敬神，你要去害怕神哦。好，下一个，好 ，sakeru 是回避、躲避哈、哦，这个是比较口语的讲法。那查字典哈，这个サク是サケル呢，文勾 K 哦，文语型就是文言文的讲法啦。哦，这个サケル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讲的回避躲避，那你改成这个サク文语型，就是说你圣经它是很文言的嘛，所以是它的比较文言的讲法啦。OK， 好，所以我们这边圣经是用比较文的啊、哦、文言的讲法，那我们サク改成。它可以，我们变成动，我们说什么动词的话，动词第四段单独存在就是命令型，所以这个它可以就是说你要去躲避，你要去回避哦，怎么样 ？OK， 哦，所以变命令型，哦，所以这边虚我 osole 哈，原本是虚我 osole 路，那改成连接型断句，所以你要去敬畏主，哦，阿库哦，阿库哦，萨库就是你要去。避开坏
你要去避开不好的坏事，避开不好的事情啊，你要去避开坏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命令行啊，因为我们这圣经也喜欢写命令行，就是说你哦的哈，你要去躲避掉这些坏事，就是你不要去做坏事啊哈。我觉得是这样哈。那这个有是强烈主张哈，就是你不要去做坏事哦，你要去躲避掉坏事哦，你要不要去做坏事哦，你要去躲避那些恶事哦哈。所以好，那我们这一句要讲一遍哈。等一下，好，哦，好，这个 miluna 就是不要看作哦，这个加原型加呢是命型否定，不要干嘛哦，所以不要看作哦，不要把基本觉醒，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有智慧的人哦，就是哦哦，凡人说凡人，你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都懂有智慧的人 ，shuo osore 哈，你要敬畏神，然后。阿库萨克哟，你要给我去、避开这些坏事啊、这边避开这些坏事，可能就是说你不要去做这些坏事啊。好，就这样。那我们现在一天上三条了哈，因为如果上太长的话，同学可能会看到睡着。还有就是说，在放第一部影片的时候哈，就是有个，因为我完全对基督教不了解，然后其实说基督他那个。这个圣经有好几日语圣经有好几个版本，有好几个翻译版本哦。那我上的是这一本哦，我上的是这个新共同译哦，新共同译的这个版本哦。这个版本好像是蛮大的一个版本啦、就是在日本有两个主要的版本，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版本哦。那可能会跟各位同学看的版本不一样哦，这样子哦，因为它圣经的。日语的翻译有好几个版本、但是因为同学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那我现在也是在虚心的学习圣经、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道理，里面有很多的真理、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啦，那我现在就是慢慢的读慢慢的看、好，那跟大家一起读、好，谢谢收看，拜拜。